好好好，今天真的是最后一首歌，然后已经安压呗，也是客语的。那这首歌大家可以看一下歌词，很简单，就是哦，情我给你，就是说嘿，亲爱的你，嗯，对。那这个你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坐着的、踩踏着的这一块土地，我们的环境这样子。然后，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歌词啊，就是说昨天也许它还很美丽，还非常的有活力，那到了今天好像看起来有点没有活力，然后好像就是老去得很快速这样。然后到了明天呢，我们就是到了明天就是亲爱的你要去哪里，到了明天你要留下什么样的记忆。对，然后就献给在座的大家，也献给我们的土地台湾这样，好不好？已经安压呗。是要带一下那个颈部矫正器。对对对，超期待把这首歌唱完。脖子有点不舒服。如果大家有到花莲来的话，就可以就是来找他。他在花莲就是也是会有一些表演。对，有点不好意思啦，但是我们在日出公社。再一次哈，不好意思。
伫天公里飞扬的，哦，亲爱的，你今暗夜的，伊伫天公里飞扬的，哦。平安压呗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然后工商服务一下，没有啦，就是我最近就是很认真的在就是收集我这蛮多年来的创作，然后接下去会做就是做一张客语的专辑，等于是也是就是回去总结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经验这样，然后预计10月、11月会推出，希望到时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支持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是黄伟杰与老林家乐团与消防员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下课，我们再次掌声给黄伟杰，谢谢各位来到铁花村。天一路滑哈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走路可以边喝边吐，离开的时候不要忘了随身的重要的东西，好，车钥匙啊，这些电话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我们铁花村，明天还是有很精彩的节目哈，希望各位能够再来。我是村长了，我刚刚没有介绍我自己哈，好，看到村长可以回家了。OK， 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OK， 拜拜。我欢迎各位。如果要合照也没关系了，我免费的。